以后要不要乖乖吃饭？要。要不要乖乖收玩具？要。要不要每天练钢琴？要。要不要乖乖听爸爸的话？要。要不要每天向爸爸许愿？要。要不要每天跟爸爸睡？要。不要。你说不要，好来。好吵哦！再来戴上魔法戒指，看看小米锁头吗？好重哦！小米电动打气机啦。这个是小米电动打气机。我想开呢，给我开，给我开，耶，给我开。好，这个是小米电动打气机。啊，我想要开这个。好，把它翻出来。这个超级重的，我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它会显示打多少气吧。啊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开关。这里附了一根电线。它附根，它装的。哦，你看。然后再，这是一个充气物体，就呼呼的充大。我看一下说明书，啊，首先要先把电线对那，对，是那样，是那样。画式嘴转换头，它可以换哦。我在看书。它就一个头耶，这是换发饰的头，所以不用管它。嗯。然后打气的话，就装这个头进去。装气针，收纳袋有没有收纳袋？收纳袋。就是收纳袋。收纳袋啦，收纳袋。收纳袋，给你。哦、对，这个收纳袋。电线就这里。充电线，好。收纳袋。发饰嘴转换头，气针有了。气针。OK。气针是这个。它有几个功能 ？OK 呢？脚踏车，摩托车，汽车，篮球。啊，好酷、哦！然后它有了灯。妹妹，爸爸你挡住我了。爸爸只录到姐姐而已。好，按下中间这开始充气，我们只要玩这就好，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打气吧。以前要帮这两个东西打气啊，都用到这台。爆炸嘞！停电的时候很好用。你确定要用这个吗？看，把猫咪耳朵拿掉。哇，好，那来，不要看哦。这是我，我再回去。我现在要帮这只鹿打空气，屁股。好可惜。好。baby。拔开呀、啊，拔开！等一下，你拔开呀、啊，拔开。好。好强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冲别的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冲的是滚大，耶耶！
紧紧的，不要让它爆炸哦。不会爆炸吧？爆炸从哪里出来的吗？可以了吗？爸爸。再继续。现在对，好嘞。不会的，真没，这比力度还慢。这这么软，你看。可以了吧？这球反正很少人在玩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来。Ready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Ready。再一把把了。好。好。前面大球滚过去旁边。弹性很好了。哇，好。来，挡快，挡快。以后你要没有风，你自己灌就好了。你看。都没风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头拔掉，这个头要转进去。哎呀，我没。啊啊啊！我痛。怪后轮的。好，你自己怪。那我要开始冲喽。现在是十 ，ready， 三，二，一 ，ready， go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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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了吗？有了，然后再来把它的这个放上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露露大球还有脚踏车都灌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玩的是恐怖游戏啊！还敢录了？录啊！已经录了。恐怖大游戏。怪现象，怪现象，可能会很恐怖啊！我不要，用吹的就好，看谁吹比较大吧。看这灌起来多快啊！来，谁按？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爸爸要来哦。等一下，我离他远一点，你这样我离这里远。没有动，没有动，快点过来，爸爸也很喘。来，中间那个。我要滑到那个。没电了吗？没电了！没电了！充电大概是五伏1.7-1.8吧，安培。那我们来挑战了，快点！谁要坐我旁边？不要！哎，没有人要陪我玩哦。这个好像蛮适合的。我还爆破小黑豹哦。这个有机会哦。来，小虎。小虎过来，哇，好紧张。有没有听到？爸爸自己也吓一跳。爆了。很大声啊！很大声啊！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可以哈。那我放这里好不好？
好，有录到，拜拜。等一下，等到八点，我都会报这个。三条。等一下我。应该拆你的吧？那你去沙发了，不要跑了，不要跑走了。以后要不要乖乖吃饭？要。要不要乖乖收玩具？要。要不要每天练钢琴？要。要不要乖乖听爸爸的话？要。要不要每天想爸爸死的？要。要不要每天跟爸爸睡？要，不要。你说不要，好来。你赶快走就好。不准跑，不准跑，不准跑！我怎么办？你跟爸爸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？快点，太恐怖了！太恐怖了，小孩子，小孩子。来，气球灌好了，这烘给你，这件给你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小猫咪，小猫咪，是要帮你灌气球啦，知不知道？它也可以直接调你要的那个，就是讲 PSI 值，然后去灌。现在去灌那个车子的试试看，很准。早上出门胎压侦测器就是写31，那我现在到34就好。自己停了，35，34满它就停了，不错。最高可以到150 psi。刚才妹妹她把破掉的气球做成芭比的两件衣服，蛮可爱的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还有记得订阅我。以后要不要乖乖吃饭？要。要不要乖乖写功课？要。要不要乖乖收玩具？要。你都没有做到，他怎么灌不起来？你都是因为太爆炸。啊，这个闹哄啊！这是破掉的，等一下。